也就把它给消除了。灾者其意，在外表上，今天中午吃完就不吃晚餐，叫过午不食。但是在心态上呢，那就是跟佛的心，看是你跟阿罗汉的心一样，跟菩萨的心一样，还是跟佛的心一样啊？所以八识，外在的八识铸成内在的清净载体故。所以尤其八识跟八关斋戒的戒体。当然，这个戒体刚刚说了，按照你的动机而得到不一样的戒体，共相支持，又名八支斋法。须知斋亦名戒，那当然各种宗教都有戒律，但是佛所制定的戒律，它是能够达到解脱乃至成佛，是符合真理的。啊，这个真理不是佛陀创造的，是佛陀发掘的，所以叫觉悟。所以讲到这个，我希望各位要多一点、多一点、多一点生命的经验，你才会觉悟啊！所以老人家他历练了太多太多的事情，他很多事情看得很开的，啊，看得很开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去历练这些人世间的乃至世间娑婆的各种痛苦啊，你对佛法就没有体悟，没有体悟。所以我想大乘佛教啊，有一次我去五台山。那么我们在那边一直祈求文殊菩萨加持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，哎呀，文殊菩萨讲空，原来他所说的空是万有的存在。简单的说，你必须从有里面去体悟空，千万不要着空而放弃了有的存在，万法的一切存在，你要去看清楚，而不被它执着，而且使用万法，就像金钱给你，这个钱是有，那这个钱你要用在什么地方？但是你又不执着钱，而不是偏空。我讲了空不要，然后就舍弃了一切存在。所以我们要办法会啊，各位多去老人院啊、医院啊，各位多去从事很多事情啊。像我经常的幻想，哎，如果让我回学校读书，我年轻人，我每天就可以跟这些同学混在一起啊，所以跟很多人混在一起啊，然后呢，就可以跟他谈谈佛法，或是用我们的人格来影响对方。所以，我想各位呢，佛陀所讲的这个斋戒，不是一种隔离，站在大乘是一种融入，融入法界，融入众生。我想，我们从极乐世界再来，就是想要融入轮回里面，融入红尘里面，不入虎山焉得虎子。所以你要讲空，那就不离开世间法的了解觉悟。所以戒亦名斋，其身口意三业故。所以我们经常假斋假斋，大家很喜欢这个斋，原来不是光心态，身口意所表现出来的态度。行为以身业起，则无秽恶，所以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。进一步，我们这个身体来拜佛，更重要，这个身体来奉献众生。我很期望各位至少六斋日早上在家里受戒，或者将来我们可能会用网络受戒。今天有直播，然后自己在家里受戒，不用一个钟头，然后呢读读大乘经典。那最好呢，下午就去附近可以帮助众生的地方。我想现在老人问题、贫穷问题、精神问题、心态问题、家庭问题、感情问题多得不得了啊！我经常经过，如果经过外劳，以前去车站，我会发觉他们真的也很痛苦，也没办法。礼拜六、礼拜天全部坐在地上，看看家，看看讲共同的语言也好，这是人的一种心态。寂寞啊，要有伴，要找到熟悉的。但是那时候你如何融入他们？你不能说这个跟我没关系，我是佛教徒啊。那你要给他讲一句他们当地的语言，跟他们会讲一点中文，这是他们最大的福报。我常以为来台湾的会讲中文的，这是一个最大最大的福报。那利用中文，我们就可以跟他谈佛法等等等等。但是你要跟他谈佛法，你必须让对方对你有一个好的印象，或是一个好的行为，让他感动。所以，我想身的行为在解脱到
是消极的不要，但是在菩萨道要积极的要啊，积极的去展现。所以你各项的身体的行为这种威仪也好，亲切也好，温柔也好，就像当然我每次去老人院啊，他们就看到很多人很愿意跟老人握握手啊，牵着像妈妈的手啊，老人眼睛就会亮起来啊。那这些叫愿意去实践，很亲切的陪他聊天，让他觉得有人关心他是最重要啊，有人关心他爱他。那我想不是光老人，老人是一个对境，基本上每一个众生都需要我们主动的去关心他。口业习则无诸过失，除了消极上不骂人、骗人、不两舌批评，如果你要去讲这个社会的是是非非啊，这个讲不完。所以我师父常说，这个嘴巴不要吃大便，我都记得啊。就别人的缺点，我们不要说啊，也不要谈，也不要公开，因为我们一切用佛法来回向就好了啊。因为也可以转换，所以我们的不两舌、不绮语，讲话都跟佛法、跟帮助对方有关系。而且当然，你想帮助对方，因缘如果不具足，也不要勉强啊，会惹人讨厌。卖谁谁念后啊，那令人讨厌。但是除了如此，我们消极上嘴巴可以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、回向；积极上，那有各种的善巧方便。啊，讲柔软语，讲对方喜欢听的，讲一些幽默的笑话，有富有，但这大人对小孩，我连认为做烟供都要跟众生讲话，很温暖，跟他说法，这就是一种禅修啊，也是一种观修啊。当然说法的时候最好观想自己变观音菩萨，如果我来说可能对方不行，但是如果观音菩萨来说，观音菩萨的力量对方可以接受。那观音的特点就是体悟对方的苦，那你才知道要说什么啊。所以各位现在你要开始叫善解人意啊，有点像佛教叫他心通啊，对方在想什么啊，对方也听什么。一个主持人，那你要讲让大家都不想睡觉啊，都想要听你的，然后这里面有帮助对方，而且能够点知道对方的需要，就这样带一下，让对方有觉悟的机会。当然今天不能觉悟，还有下会。所以嘴巴的这种修行啊，再来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，那烦恼就会造业，造业就会轮回受苦。所以我们起码不要起贪嗔痴、傲慢怀疑、怀恼，进一步我们要升起如何去帮助对方啊，利益对方的种种方法，甚至我怎么样利益对方，怎么样成佛啊？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，内六念进取自意。第一，念佛慈悲导师，所以每一个佛有每一个佛的本愿功德净土因缘，各位都去思维，你会感动的流泪，而且升起愿成佛的意志。佛可以成佛，比丈夫是我亦尔。印光大师发了，别人可以我也可以，佛成佛我也可以成佛，要有这个决心。然后呢，但是每一个佛陀示现给我们看这种过程，所以各位多看佛陀的本身故事，乃至诸佛菩萨因地修行，乃至这些示现他们如何示现去度众生的伟大。第二，念法三世佛母，那释迦牟尼佛诸佛所讲的法，包括特别是经典《心经》《华严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无论哪一部经典，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。所以当然今天各位听佛法，你把它记下来，这个法对我们就很有帮助。这个法入心的时候，一个人的人格就会改变，思想会改变。本来我们是个急躁的人，本来我们是个散乱的人，那是因为这个法会提醒我们。所以就像有人在盯着我，很喜欢吃很多东西，不是你往吃的胖胖的，旁边的侍者天天跟他讲，天天跟他提醒，天天跟他提醒。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法入你的心，叫正见，正知正见。这个是修行最怕的，就是邪见啊，要有个正知正见，就会导致你的行为实践。那有这么多经典，当然各位读经典不是光自己读，我们读经典是先祈请，我祈请
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跟当场这个对镜，就像融入，就像你看电影一样啊，看电影。然后呢，祈请，然后在这个境界里面，然后按照这样的去观修去实践，然后最主要这个法一定要表现出来，改变。我想一个女生今天穿红色的，明天穿白色的，她就是希望别人看到她穿新的嘛。那一个修行者要非常非常一天比一天还进化，一天比一天还有力量，一天比一天还慈悲。那这个法就像吃药一样，你不吃药就会发烧，就会痛，吃了药以后就会停止，那一定要产生这种感应。所以我想各位但念无常胜过放逸，我们可能明天就会死，晚上就会死啊，或者一下就不能修行。所以你不赶快，你不赶快把这个法摄受展现出来。第三，念身能够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实践呢，不分在家出家，像各位今天也是个僧伽，所以我们受人供养，今天用一个慈悲心为整个法界在修行，那你这是大菩萨啊！所以人天福田，所以做人升天都要供养这些修行的菩萨。第四，念天，我想好好的皈依三宝，持戒布施，至少会升天。佛陀这样讲是希望不要一直在这个世间追求世俗的快乐，所以这个东西要看得开啊。有些人对着钱很重要，有些人觉得感情很重要，有些人觉得家庭儿女很重要，世间的地位权力很重要，拥有的地方多很重要。那这个就是当然你要去这样再快乐，像我经常跟一些刚学佛讲天界的快乐，如果聊天的时候他会觉得哇，这个这么快乐，那我在人间忙什么，对不对？忙什么，你一升天，哇，有多少爱你的男人，爱你的女人，而且美得不得了啊！不用上厕所就光多快乐了啊！不用换衣服，不用洗澡，这天人的快乐。所以这个意思是佛陀至少叫我们努力的，虽然人间有很多的痛苦，但是你努力的修福报，持戒修福报，至少升天。当然站在菩萨道，我们希望大家都去可以享受快乐又可以修行的都算内缘，乃至妙喜净土，乃至有些人喜欢清净的极乐世界啊。第五，那就要好好的持戒，那这个戒要表现出来叫身心的净化，以及对外界的柔软慈悲，就是要让别人就像前面的花，哎，好美哦，好美，它展现出来，它展现出来，它一定把最美最好看的位置最好的颜色表现。所以花本身清不清净，清净，给我们感觉清净，而且它展现了这样子的美庄严。那就是说一个人持戒要表现出这样啊。第六，念布施还要进一步普遍，没有分别的去帮助受苦的贫穷的，世间没福报的，或是没有听闻佛法的。所以外在各位用八条戒律约束我们的身与口。第一，不杀害众生；第二，不偷盗他人财物；第三，今天各位是在家菩萨，那今天能够过着一个阿罗汉的全断男女淫欲的生活；乃至第八，过午不食，就中午吃完以后不再吃东西啊，可以喝水，除非你生病吧，要吃药，乃至你一定要吃这个药，一定要吃点东西，不然身体会败坏，那就当作药食吃啊。重点是动机了，站在菩萨道。所以，但是如果能够圆满做到，那是一个福报。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成为出离世间。为什么要出离世间？因为这个世间变化无常，这个是五浊二世。所以，那当然出离世间不是离开，是人在世间而心不染世间，这是佛教讲的啊。所以，因为菩萨他必须在世间里面去接触众生，就像一个护士，你不去接触病人，你怎么医他呢？像护士本身是很危险的，但是呢，他能够承受，所以他至少我们意思说，将来也可以往生净土，但是现在就有出世的心。第三，请圣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等今自言人如法受持者，
理应先迎请三